Hello， 我哋系 G Channel 啊，今日咧系带大家睇呢个包蒜陀螺东港城六至九岁嘅单人赛事嘅。咁而家已经去到呢个八强赛噶啦，咁而且芝仔咧亦都咁好彩系入到八强嘅。咁我哋咧就会将呢个八强嘅赛事咧全程咁拍摄俾大家睇噶。好，预备 ，three, two, one, 倒数。已经认紧陀螺。荧幕显示紧嘅就系师长嘅对线。是啊，周圍激爆個分出嚟。真核對實。係，咁師祖就要再重新嚟過嘅，因為有重複嘅零件。真核對實，八十三個字，可唔可以換翻起嚟？我講俾你，唔使嘅對實嘅，三分鐘。呢场比赛会决定边个系管乐战，边个系贵电战。好，预备 ，three, two, one， 倒数。好啦，咁 B 组嘅陀螺盘就系吸血魔龙对天怒龙王嘅。咁两边都持久改造嚟嘅。而 A 陀螺嗰片就係吸血，呢只係雙子復仇，對周文巨神，周文巨神持久勝利嘅，先拎一分。射神轉多少少係咪？係咪？係唔肯定嘅，似打王又係，咁就打王再嚟多次。今次好似重擊神神嘅回轉力較為弱咗少少。重擊算係拖過要贏。大家好，而家會場進行緊嘅八旋海激鬥戰雲神東港城 G2 爭霸戰 Coco 杯六至九歲單人賽嘅貴電賽同埋冠亞戰嘅。咁而家進行嘅貴電賽就係楊日希對陳樂。咁而家準備第一個陀螺啦，準備佢哋。雙方準備第一個陀螺。第一個陀螺。好，预备 ，three, two, one， 倒数。好，第一场对战就系真命巨神对吸血魔龙嘅。咁两边都系持久改造喺中间争夺最有利嘅位置。系啦，咁两边都开始削弱紧对方嘅持久力啦。开始有边？同埋個手先減弱咗少少，咁究竟邊秒會贏呢？呢場第一場，真運巨神嘅，真運巨神持久勝利嘅，先拎一分，預備 ，three, two, one， 倒數。好啦，咁就深水運動對真運巨神嘅，咁真運巨神都非常熱門嘅，因為可以左右回轉，兼且配備金屬嘅成分。咁較為重量級嘅，咁可以有效吸收對方嘅回轉嘅，咁究竟邊邊會贏呢？咁深水運動好似有少少減弱咗少少啦，係啦，咁究竟邊邊會晉級呢？好，真運巨神持久勝利，咁陳樂先追翻一分，一比一。你咩可以拎出嚟啊？陀螺，大家都好緊張，佢哋收埋個陀螺，唔想俾陀螺對方睇到啊！係啦，準備第三場對戰，準備 ，three, two, one， 倒數 ，good， over finish， 咁就衝擊勝利咗，咁就係海船聖劍衝擊勝利，咁就陳樂攞多一分，二比一。咁而家用翻第一個陀螺啦，好少見有攻擊型嘅陀螺可以咁有效咁樣攻擊中嘅對方。預備啦，第一個陀螺
第四場對戰，準備 3, 2, 1 go shoot。 三名巨神再次對特別魔龍的，咦，今次特別魔龍在外面消耗了少少持久力，咦，今次佔領了有利的位置，究竟會不會成功吸取對方的持久力呢？是三名巨神赢的，咁就2-2，杨日希同陈乐都2-2，咁用第二个陀螺最后对战啦，最后一场对战 3, 2, 1 go shoot。 好啦，三名巨神对深水运动的最后一场佢哋季结战，呢个赢咗就可以赢到季军，赢得超稀有的别注式板赤蒲式爆旋发射器嘅。超稀有嘅，冇得賣嘅。咁究竟邊邊會贏到咧？呢場咁深水運好似有少少飄飄地啦，已經好似冇持久力噶啦，已經準備。咁究竟邊邊咧？係啦，三名巨神持久勝利，好清出嚟啦！咁獲得持久勝利，陳樂贏得今次嘅季軍。咁我哋預備，咁可以在場各位一齊嗌 three two one go shoot， 鼓勵我哋冠亞戰嘅陀螺手，预备 3, 2, 1 go shoot。 哇，三子复仇冲击胜利，获得一分先的，是啦，预备 3, 2, 1 go shoot。 咁两边都成功发射，就嚟到上头先，好似是特登以低速发射嚟争取低速击爆有先，咁就冲击蛇神，两边都削弱咗好多持久力啦。喺三名巨神持久胜利，获得第二分啦。陈柏图获得第二分，谭景轩会唔会追翻呢？用第三个陀螺，预备 ，3, 2, 1 go shoot。咁就帝王假山嘅三名巨神嘅帝王假山就系超新系列最新嘅陀螺，咁就防御型，咁又有持久力嘅，咁适合。而家大家嘅喜愛嘅陀螺嚟嘅，反而帝王假山似削弱咗啲持久力啦，反而鎮魂巨神有多啲持久力啦，係啦，鎮魂巨神持久勝利，譚景軒獲得一分先，好，準備 3, 2, 1 go shoot。 咁就雙子復仇對天怒龍王嘅，咁兩邊都獲採取好高級的策略啊！咁究竟會唔會重演翻頭先第一鋪嘅結果呢？好，會擊爆勝利。咁就陳柏豪擊爆勝利，獲得兩分，勝出今次江湖杯6-9單人賽嘅冠軍。大家俾掌聲，我哋嘅冠軍陳柏豪，咁譚景軒都獲得亞軍，獲得爆旋發射器別注式板顏色嘅。咁我哋殿軍就係楊日希，咁就價值500蚊嘅爆旋陀螺產品嘅。多謝曬，可以嚟張合照先。獎杯季軍獎狀同埋超稀有嘅赤紅色板爆旋發射器可以拎嚟。係啦，咁同埋價值800蚊嘅爆旋陀螺產品。可以張合照先，恭喜曬你獲得 Togo 杯嘅單人賽亞軍。我哋張合照先 ，OK 嗱，你準備咯喎，呢度。Togo 杯6-9單人賽冠軍陳柏豪，獎杯獎狀同埋超稀有嘅爆旋陀螺，金色版爆旋發射器之外，仲可以獲得1000蚊嘅爆旋陀螺產品嘅。好，多謝大家參加今次高球杯6-9單人賽嘅，咁亦都多謝咁多位嘅支持。咁成個賽事已經完成咗啦，咁啊芝仔啊咁好彩咧，都攞到呢個冠軍嘅。咁 Coco 雜誌咧，亦都有記者去訪問阿芝仔嘅心得。
今次东港城爆旋陀螺六至九岁的单人赛事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